天月切糕天公生，切八暝我人就准备拜天公，福建人拜天公大过年。后一项要拜的就是天公饼跟五寿。拜天公头一步就是要拜好公道甲公平，公道就要拜向天。红牛龟代表长寿，发龟代表发家辉，米糕代表团团圆圆。除了吉祥三龟，阁有无相无相的龟子甲神礼。祝寿的礼品有米线、红鸡卵、甲寿桃。拜天公，咱就要敬三后酒、三后茶。讲到拜天公的公平，感觉是第一重要的。就要拿一段的古钱，雕在感谢的顶面。感谢就要有孝，有金代表有头有尾，感谢有财，出来的人财财高升。十二点开始拜天公了，男主人点三支灵香，其他的人拿三支的小金香拜天公。香烧剩三分之，会使拨杯称是天公，若是圣杯，会使是天公金了。出一张红纸，再来拜天公金。
天公金摆好了，甲夜天公三摆起去。一人拿一条金纸，引火来点天公金。天公金点了，拿三后台，四圆圆。希望拜天公这个传统会一代一代传下去。